生出来说妈妈已经推进加护病房了，我一点皮皮穿一点好一点好，因为我很自责，如果今天我不是我们带妈妈去用牙齿，妈妈妈没电话，妈妈谢谢你从来没有责怪我。黄诗婷妈妈来到现场，欢迎妈妈。是挺你马赛老了，我会你有感而发。因为我觉得很感动，是妈妈的爱。因为其实我刚刚已经忍耐很久了，就是咱今日拢讲，对中风的人的感谢跟感恩。因为不幸外妈妈嘛是中风，所以我们刚刚这个陈小姐啊，她要对她的理事长的那个感恩的心，其实我都了解。因为妈妈的背你紧。我带他去用牙齿，但是不幸他本身很抗拒，因为本伊就是嘴齿无好嘛，啊，要食物件，我拢出去，食着爱食的物件，伊拢无法度补，所以就跟妈妈讲，安尼妈妈，啊，无我出来你来用嘴齿。现在科技很发达，可是妈妈一直很抗拒，伊讲伊惊爱机器影响，我讲袂使袂使，一定爱来用，所以我半强迫妈妈去用，结果植牙，他又分好几次的手续，对，个要抗嘴齿迄一天。因为迄机器的声一直震，啊！伫个诊所的时阵，妈妈就讲，伊头开始咧疼，我讲伊可能麻醉声咧退，所以头会疼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咱紧转来。结果转来时阵，妈妈就讲，安伊要先去洗身躯。啊，我讲妈妈奇怪，那伊迄一便所迄水，迄浴室的水一直呛，就大声。啊，半点钟妈妈讲阿袂出门安尼。我讲妈妈，妈妈你是安怎？结果我就听伊个喙齿脱了，我就听着叭叭叭叭叭拔倒两字。我讲拔倒啊，拔倒你紧。紧起来，衫穿穿紧起来，过五分钟，迄水嘛是搁一直呛一直呛。我讲妈妈，你是安怎？妈妈，我搁听个叭叭叭叭，拔倒两字。我讲安尼唔对哦，安尼可能发生虾米代志？我就紧敲电话，敲消防队，叫因紧摕物件啊来把门撬开。结果妈妈是为本受和消防队员给抬抬出来，送到医院的时候马上遭电脑断层。医生讲一挂电脑专有名词，伊讲你看。即马迄大脑已经咧出血啊！啊，你爱紧开刀哦！你即马若无开刀的话，有可能人就马上走了。嗯，啊，毋过若开刀的话，冇可能血袂止，是人也可能马上就走。对，当下伊叫我决定，我觉得一条生命我怎么决定？对，我得随家出去陪伊，我靠，我得跪倒了，我就跪着跟老天爷说。老天爷，妈妈现在的生命，我该怎么做决定？一旦她往生了，我怎么办？妈妈跟我在大会，一群人跟我在大会嘛，怎么办？一等等等要享福，因为细汉妈妈是做陶醉，做辛苦。伊爱伊就是排，哎，阿门头就大包一包五十公斤，妈妈也当家也摸一包，肩胛头个排一包，我堆在后边帮伊摸枕阿头。伊只这头嘴拢爱，唔是用机器用掉的，是一只拢爱排去个三楼。我讲天公伯啊，我求你，妈妈这辛苦才刚要享福，求你救救她。结果开刀出来之后，大概手术大概将近八个钟头的时间，然后我就在加护病房外面，就是在手术室一直等。医生出来说妈妈已经推进加护病房了，我一点皮皮穿一点好一点好，因为我很自责。如果今天我不是我们带妈妈去用牙齿，妈妈妈没电话，医生讲不要紧，你入去，妈妈一定会感觉讲伊足欢喜的，因为伊这条命救回来啊。叫一入去的时阵，妈妈是还在昏迷当中。医生讲三个月前是黄金时期，你一定爱个妈妈，给伊哑铃按摩，让她不要萎缩。那也是我三十几年来第一次去摸妈妈的手，摸妈妈的脚。第一次摸到妈妈的脚，我一摸，我手水揪回来，因为妈妈的脚底皮原来这么粗，妈妈的手原来这么粗，我就是妈妈一块砖啊，一包安稳头，安尼排来起大汗的。所以这个当中，妈妈醒来之后，虽然妈妈都没有责怪我，但是这八年来，说真的，我都不敢面对妈妈，很自责，因为妈妈伊虽然咪讲我中风，就是因为你，唔过逐摆人啦去看着妈妈。你去看妈妈，妈妈那讲，因为我是用嘴去电风诶，然后妈妈也不喜欢出门，然后每天关在房间里面，电灯都暗暗的。大概
我那感觉讲妈妈那我那去看妈妈的时阵，妈妈会好，我嘛会好。我得拢假装去诊所啊，还是讲吼去伫个灶卡假装忙一些事情这样子。后来这几年呢，前几天我去看妈妈，妈妈又跟我讲，伊讲伊即马已经，其实这当中我让妈妈连续做了三年的复健，妈妈很痛苦，伊讲你这个不好囝，我不爱做复健，做复健就痛苦就痛苦的，为什么你要我做复健？安尼，我讲妈妈，我甘愿。我宁愿笑，但是我不能顺，因为顺的话，你不做好给好给医生讲，你的肌肉会萎缩，那怎么办？对，所以我只能笑，我不能顺你。那当然，我很开心，就是妈妈没有放弃她自己。这八年来，妈妈只能刚搞工，一定唔免牙乖啊，就慢慢来一趟行路啊，就好哎。所以我也慢慢的打开心胸去，因为前阵子有举办一个万人洗脚的活动，我帮妈妈洗脚，还洗过第礼拜摸到妈妈的脚，不过当时就是五味杂陈，搁想到加护病房那个画面，所以呢，我在这边要跟妈妈说，妈妈，谢谢你从来没有责怪我。也是林家有妈妈不会责怪自己的子女，那子女有一个无心之过哈，立马卖一点想这代志，相信妈妈，你去早间一定干嘛就会用个叫我，你起码用一个歌声送我妈妈，因为妈妈一直跟我讲，一直好给，一直听，是，所以我想要带来一首《妈妈，请你唔通听》，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了，妈妈，请你唔通听。现场的朋友，黄诗婷妈妈来到现场，欢迎妈妈。诗婷的妈妈，接下来诗婷与熊孩子来霸掌。有一日，我会得到好名声。妈妈，加巴掌，你是你熊爱姐哈。我今日去就是讲，你是算新专辑，啊，大家来接吼，我来给伊鼓励一下。妈妈，你爱叫我放个巴掌。妈妈，这八年来，我拢捌甲你讲过回事嘞。真正歹势，你伫你遮少年的时阵，你要你当要享福的时阵，你着中风。真正阿婆阿大啊，歹势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那妈妈原谅你啊哈，妈妈伟大的妈妈，谢谢。来加油，来加油，不要紧，拍一波嘞，拍大嘞。